前往迪士尼乐园。到了，今天进场很顺利，我们现在大概是10点半嘛，还是11点呢？人目前感觉没有到超多哎。好漂亮啊，这个圣诞树。城堡，好漂亮啊！今天天气超好，天气超好。美女野兽的商品，就是这区只有这边才有，因为我们现在到那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园区了，好可爱。这边，这是什么？野兽。从这边吗？看起来好像不太像。哦，从下面。是吗？那个。米奇的喷水池，冲冲！啊，这树都剪得好可爱哦！那边有一个 ride， 我们可以去玩一下。小游行，我刚问了工作人员，总共会有3次游行，都要跟那个里面的人挥手这样。哎呦，好可爱啊！午餐时间，买了这个是虾子吗？这个是虾子，然后这里面是炸鸡，然后这是 Mickey 的披萨。然后香肠、玉米浓汤，然后我们点套餐，所以都会有薯条跟饮料。这圣诞限定是要加价吧？对，好便宜。OK 哟，开动！米奇堡，太可爱了，超级想要吃到这个米奇炸鸡堡，手掌包，它里面有蛋沙拉，哎，蛋沙拉，然后。一块生菜，一个炸鸡，然后它酱给超少，然后摸起来没有到很烫了，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气温已经很低，所以食物就蛮容易感觉现在就已经冷掉了。嗯，中规中矩的味道，然后薯条，薯条是价格很干的那种。这个圣诞限定的草莓奶昔吗？它里面有加珍珠哎，然后我觉得越喝越好喝，因为这其实是我朋友他家点的，但他因为他喝不完，我就帮他把它喝完。然后现在进到了一间很可爱的商店，因为其实每一家商店的那个东西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
但我现在目前都没有买，因为我想要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再去那个大街上买就好了，因为我真的太讨厌拿东西在手上。然后我们现在大概2点钟，我们去小小世界那边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ride 是可以不用等太久的。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玩那个美女与野兽了，因为我们有买那个快速通关票，是1:40到2:40这个时间都可以去的耶。然后快速通关票我刚刚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2000块日元，就虽然它不太便宜，可是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现在等待时间好像是160分钟吧，我觉得就把那个钱花去会比较值得吧，因为迪士尼的票也不便宜啊，然后你就花那么多时间在排队，不如去快速的玩一下，然后还可以去更多其他的地方。这是挤出来是米奇的那个吸收入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但真的超重的，会有人把这个搬出来，长这样子。这个扭蛋好多人在转哦，忍不住来排队一下。旁边就有换零钱的，一个500块。不知道会转到什么，刚刚大排长龙哎，然后现在后面又有一些人。在这边，还有第五个灯。我不想要、我要再转一个，不管。那我跟你换。我想要这个。我只是两个。那我再转一个。好，那你还有钱吗？好。拜托拜托，我刚应该转那台呀、啊。有差。谢谢长方形，耶！两个长方形，一个送老师。怎么办？我想要这个，这个好可爱。拜拜。美女野兽的城堡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现在要来这个玩这个设施了。这是我这一趟最想要玩到的。就如果没有玩到，我会超级难过。耶耶，快速往里面前进喽！现在大概4:30，然后天色是长这样，没有太阳之后，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寒冻，就
是我个人觉得帽子一定是要戴，因为像我耳朵现在其实很紧，我等下去走路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外套的帽子都戴起来，超冷，我觉得是可以戴到手套的那种冷，因为手在外面就是一直用手机其实还蛮冻的。想玩的了，想玩的了，但我玩过蛮多次的啦，我觉得很刺激，就是很刺激的云霄飞车，因为我算是很初级的云霄飞车人，这个算很初级都可以玩，因为它是快，可是它没有冲，就它没有到大冲，我都可以接受，就是那种初级班的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就都是这样小微冲，它主要是在绕转，很快速的云霄飞车。飞剑山可是要排太久了，而且其实 Hello 有人在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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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哦，那个是金矿山，我好想玩金矿山哦，可是要等一个小时，然后没有那个 Fast Pass 可以买，他这边可以买 Fast Pass 就是美女野兽跟那个飞剑山。我第一次坐这个小火车，哎，以前从来都不会想说要坐这种设施。城堡的后面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赞的，就是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，然后又可以绕一下园区的感觉。已经快要废掉的双脚，好酸哦。现在在这间的那个商店是全部卖那个家，算是家居用品嘛。啊，你们看这超可爱的，这三眼怪，它是筷架。然后这个看一下，这个也是筷架，好可爱哟。然后这边有拉面的碗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超想买，可是这些真的都我不太会打包，我真的会把它打破。就不敢买，它这木汤匙好像有点可爱，这木汤匙很轻，1000日元，现在换算汇率大概230，就是叉子。这是做冰棒的哎，这好可爱哟、哦！怎么办？这个有点想买。这是我们今天进来园区的时候有吃，然后是 Mickey 的，这个是。Mickey 跟 Mini 都有，这个价格是1800，怎么办？这个好挣扎。弹头先生跟弹头太太，这个是放盐跟胡椒的，这个小小个的，这个是冷水壶。底下这边有保温袋，这边是各种毛巾们。这区是浴室的吗？哎，有睡衣耶！哎，有口罩，居然有口罩。然后这边是镜子，有梳子、棉花棒。啊，这个睡衣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整个园区最热门的爆米花餐车就是这一台。现代式的，出发前好像他们是不是好几天停卖啊？因为可能就是没货。然后他们这爆米花桶都是有限购的。买到这个爆米花桶了，超可爱。然后里面有买爆米花，我要出去才能吃，因为他们现在进室内还是要戴口罩的。耶！我这次最想买的东西，虽然我觉得它。很重又很占空间，但实在太可爱了，所以最后还是买了。晚上的圣诞树超漂亮，本人很壮观。买了一件帽 T， 非常的可爱。晚上的商店就变得很多人，这间是卖比较多衣服类的，可是其他的也都算还有。圣诞树，然后这区是算是最多东西的一家，但我也没有觉得，我觉得也没有到超级好逛。然后那一间呢、啊、是那个就是什么各类糖果饼干，那个是要预约的、哦，所以如果你们一进来
就是下载那个 app 之后要赶快预约，因为没有预约就不能进去逛。我们差不多现在在等那个6:15的圣诞游行，看完游行之后我们就决定不等烟火，要回市区吃晚餐了。的玩具，然后那个洗手的我忍不住买的。白雪公主，好可爱，好帅呀、啊、！Hello， 要离开了，并在手臂上盖章，离开喽，离开喽，顺利计程车。现在在三月底下的那个美食街买回去饭店的晚餐。